起的，我才不要你跟着我呢，我可什么都不怕的。这儿应该没什么吧。是只小恐龙啊，小恐龙你可吓死我了。你想干什么小恐龙？猫大哥欺负我，你小的恐龙也欺负我，你们全长60厘米，臂高0.2米，尾长超过身体的1/2。它体型纤细，比大多数恐龙都长得秀气，有着修长的脖子，上面长有一个轻巧的头骨，头骨中有许多空洞。袖颌龙喜欢吃些细小的动物，如蜥蜴和昆虫之类。它具有敏锐的目光，捕捉能力很强。靠着强健的后腿，它可以跑得很快，并且能够加速去捕捉跑得很快的小动物。它的牙齿虽然非常的小巧玲珑，但是这些牙齿却非常尖锐，边缘弯曲，
对于比它更小的动物来说是致命的武器。秀河龙还有一种穷追不舍的精神，只要它看到的猎物，绝对是不会轻易放手的。可它却不会对任何别的恐龙构成威胁。原来是条小龙，我学伊特龙叫，也许能赶走它。想不到猫大哥教我的这招派上了用场。不要丢下我一个人，猫大哥。